我发现好像前两句是最安全的，对，因为不应该站在这里，你心情一多就搞不清楚了，那么多。哎，对，前两句比较简单，因为你星星一多，想说今天到哪里了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真的。起码前两句还有那个，还有一句，还有个衔接，对对，前面可以参考。好的，超我华编带来第一道考题，请出题。你总爱编着谎言，我负责配合表演，总有改变，只为了进入你。时间这境界重复了一百遍，才发现是你的心太野，你划定楚河汉界，我不能轻易犯规，所有时间都实现给了你优先权，爱到不敢冒险，成了你的傀儡，一年两年才感谢我有多狼狈，爱到妥协，到后来还是无解。我发现好像前两句是最安全的，对，因为不应该站在这里，你心情一多就搞不清楚了。那么多。哎，对，前两句比较简单，因为你星星一多，想说今天到哪里了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真的。起码前两句还有那个，还有一句，还有个衔接，对对，前面可以参考，对对，了解。爱到妥协。好，三。这个字数也是蛮多的，两秒。张怀浩 G G， yeah， very G G， 超 G G， 哦哦，一秒，请亮答案。我们四个人要来答题就对了。I'm sorry, your answer. I'm sorry. Oh my goodness. 好，来来来，绑着你，爱到妥协，绑着你不让你飞。哇，自己写歌呢哈。爱到妥协，我在亲吻了你多。你是不断重演我好累，爱到妥协也无法将故事再重写，你一下最后痛点。基本上就是另外一个世界。